像现在农舍的问题啊，目前拆除的部分，现在说甚至连主建筑物都可能有问题，这些部分你怎么看？我们是一个篮球场，一个主建物，篮球场拆掉，主建物如果认定有问题，我们一定遵照政府的法令规定。好，我还不太清楚，如果有的话，我想就观察一下它的改变。那我反正我个人已经就是遵照这个一切的规定，好不好？我们只求自己，好吧？好。